世界珍珠看中国，中国珍珠看诸暨。我现在是在诸暨山下湖旁边的一个华东国际珠宝城，全球85%的珍珠批发全都是来自于这里面。我今天带大家去长长见识，到我朋友店里面看一下，他店里面有一颗珠子可以换一套房，走吧。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珍珠自由啊？那必须来了，肯定实现自由。然后孙哥说他店里面有的珍珠可以换一套房，还是杭州的房子。我准备去开开眼啊，孙哥。马上到了。看货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。这是多少米的？这个是15到20米了呀。15到16.8。15到16.8，中间这几颗是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好的。全澳白。对。这串多少钱？起码7-7位数吧。七位数。对。七位数这样。我再数一下，这一串珠子7位数。100家吧。这真的是可以买一个小房子了。手上这个都好好看。对。还有我脖子里面今天戴这个。哎，你们发现他们家的珍珠项链？我还没看到这个，好好看，是吧？一颗颗全是二百，这个有18.几珍珠啊，18.3，这多少钱？无价。无价？没有价格，好大呀！18.3，这全部是维纳斯200的。我天哪！全澳白，姐妹们，带大家长长眼。干枯玫瑰。干枯玫瑰，哇，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。对。我这一对的话。多少钱？大概？12。行吧，打扰。这是小米珠吗？这个小米珠也好好看。对，这个是小米珠的天花板的。这个圆的，还是光泽感极强的。你看一下，这个好好看，双圈的。对，这属于是客户的高定。这个是半成品，还没有做，是排版排好，还没有做成成品。哦，这一串金珠的话，大概多少？6位数。6位数啊，具体我们现在还没核价，是以一颗一颗多少钱，然后多少钱上市。啊，比如说大家如果相中这种单颗珠子，可以再打孔串成项链，是吧？对，一般不会，一般我们这个正做的时候，真黑当然做的不会拆，因为真黑那就是好几千块钱。对，像这种级别才能出真颗盐，一般不能出真。对，这个属于是浓金的，可以出那个真颗盐的证书的，大证一包。这能买多少房子了？一小房，你看做珍珠的就是很低调，然后把这个珍珠揣到兜里面，就是相当于兜里面揣了好几套房子了。这个是大溪地里面有孔雀绿的，就是原料像9毫米啊，这是11毫米。嗯，哇，对，这有炫，就是紫色的，还有一些孔雀绿，炫彩光，很漂亮啊。对，就很有质感。这个大溪地，这种一般我们都是线下是代购这种货，做。说级别是最高，这么恐后无常的东西。刚才带大家看的属于是海水珠，这个地方呢是松哥是做那个淡水珠批发的。你看这些珠子全都是串成一串一串的，是原料，全都是原料。原料就是你拿回去之后，你想做项链做项链，想做手链做手链的那种。对，这我们直播间在展示的话，就是把这个做成品，就原料做成品，然后发出去。哇，这小米珠的光泽感，看一下。这些珠光感都好强呀！对，这珍珠光为先，嗯，是吧？珠光宝气，珠光宝气，光是最要紧的。光泽感，然后它是根据大小呀，有无瑕疵呀，形状去分的，就是每一框都是不一样的，当然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。哇，这个珍珠麻的珠光还是可以的哦。嗯，珍珠麻的，你看细看都会有瑕疵。天然的东西，无瑕的真的太少太少了。微微下就可以了，不用要求那么高。这是天女是吧？对，天女。就这。去年你要是把这个天女买去，今年就挣钱了。对。啊，这个是我去年。1200条的话，你在北上广随便买房子。就是去年犹豫了一下没有买，然后今年价格翻了好几番了。这个是大证书，真科研的大证书，你看一下。天女。就是做装饰品用是吧？花式项链，做毛衣那种的用。哦，这全部都是。是异形的。对，异形珠，巴洛克嘛。你看，炫彩的紫珠。那个款式来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把它打孔，然后做的珠子。你看，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。这个白珠。对。这边全部都是大金珠啊。对，大金珠。你
根据大小不同的区分开的，这真的是一千颗珠子里面挑不出来一颗这么好的，很少，就是很少，太少了。还有这是大溪地黑珍珠，炫彩的孔雀绿、孔雀蓝都有的啊。哇，这个珠子好大，你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去展销会，价格真的说实话很高很高。这一袋子的话，你说这一辈子都不愁吃了。差不多吧，如果你什么时候零花钱不够的时候，拿一颗去换就好。那这个是属于交易市场，它值钱的呀，而且增值。现在其实这个比黄金还贵，这个比黄金贵。嗯，